Showtime.这场比赛你输不起，我知道。要是我赢了，属于你的东西谁也动不了。尤莉亚，我昨天做梦还是你梦到他的长头发。我看这个梦境，八成叫你去追纪子淇。我看出脑袋八成有问题了。如果简讯是纪子淇传的，未来的他怎么感觉很悲伤？天气那么冷，还要淋水，宁愿去骑车。淑珍，如果你还在，多好。爸，新宇，恭喜啊！公司这么多年来都拿不下来的代理，没想到啊，你竟然能够成功拿下，确实很不容易啊。董事长，警长这次真是卯足了劲了，抓着 CI 财务状况不佳，一路压制对方，连2%的退佣都没让对方得逞。董事长 ，CI 代表脸都绿了。我听说连正仁医院都帮你背书了，他们家院长不好搞定吧？确实花了一点功夫。哦，对了，微微快回来了吧？后天的班机，小叶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微微是你的未婚妻，怎么让小叶去？回国这么多天都没见着你哥，专程约他一起来吃饭，给他接接风。刚好啊，你也拿下了 CI108 的代理，顺便帮你庆祝庆祝啊。顺便是吗？我有些事情想跟新宇聊一下，很快一下就好了。啊，等等，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的？啊，来，都坐下，坐坐。
本来想让老乡做两道你爱吃的菜，可惜他今天感冒了，下次回家来我再让他做那道你喜欢吃的糖醋肉。爸，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跟他吃饭。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有些事情要来跟你说清楚。这怎么回事？莱德花了这么多的资源重建神影，难道连一点活动都没有办法接受吗？先不讲这浪费我多少训练的时间，今天的广告拍摄怎么回事？请问你今天的气温是几度？谁受得了？我是不知道拍摄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个就是工作，真正的工作。听起来是行程事多了点啊。新宇啊，现在的你可能还不能理解身边有个可信任的人有多重要。风影他是你哥，早晚要回到公司来，不要让他对莱德太排斥啊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不会回来莱德，一我没兴趣，二我没时间，我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带着神影拿下环台赛的冠军。即使放弃神影也不回来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等等还要夜勤，先走。侯爷，你眼里只有封印，封印的眼里只有冠军，那我呢？杨昌，杨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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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主人呢？哇，你个笨主人把你搞丢了。你的笨主人呢？
是一面说你有我事。来，拿出来，握手，握手。根本不会握手，是未来俊杰又出错的时候。来，来，来，走。哎，我，你是要跟我握手吗？讯息是真的，那我跟季子琪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该不会是遛狗遛到狗不见？如果这些简讯都是真的，那未来我和这女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谢谢帮我准备。季子琪。嗯。晚上一起吃饭，我身为你的老板，有义务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员工。不好意思，我晚上没空。没空。哎，我现在帮你找到狗，晚上要请你吃饭，你好意思跟我说没空？小姐，你懂不懂做人的道理啊？对不起啊，因为我今天晚上我就是要跟你吃饭，时间地点我再发给你，就这样。你是跟你说我没空吗？季子琪，干嘛？你要去哪里？回家。你家不是在这里吗？说我要去约会，冯颖不是要带你去高级餐厅吗？我今天休假，休假见老板是什么？是加班，这不要的。季子琪，干嘛啦？我可是委屈自己，暂时把机票让给你，你在那边拿翘，哪能翘啊？而且他不是要带你去拉缪吗？拉缪要怎样？拉缪啊，嗯，有咖喱龙虾哎。咖喱龙虾，就是一辈子一定要去吃一次的咖喱龙虾。咖喱龙虾，先不管是跟冯颖还是跟谁去，因为咖喱龙虾，你就必须得去。可是去那样餐厅，我没有那样的，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包在我玉珍的身上。好美好美，这些就对了。就这，头痛头痛，那个肚子痛。没有去过那间餐厅，这个风格应该可以吧？好好看，好帅哦，这个神秘感，风一定会喜欢。每日一字，今天要教大家的一个字是豆，豆豆，四声豆。握手握手，你好像不是很擅长这种无风哦，就一种无厘头无厘头，冯颖应该也会很喜欢。好累哦，你怎么了？不喜欢哦？你觉得有适合的吗？好啦，对不起啦，因为我没有约会过。那啊，
我想到了，我还有最后一件压箱宝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这件绝对没问题。好，信你最后一次。欢迎光临老兵。你好，有定位吗？没有，我哦，你找人对吧？你要找谁？没事，我走错了。你一定是我粉丝，我可是风靡千万少女心的彭孝斌，我上过电视啊。你特别可爱，特别年纪，特别漂亮，我给你一张名片。看电影，喝咖啡，吃饭。孝斌啊，他是我的粉丝。请你吃饭，你还迟到。你还好吗？我才超过半小时，怎么走？怎样？看什么？你今天吃错药啊？没事干嘛穿成这样？勾引谁啊？我穿这样也是千百不愿意，好不好？要不是玉珍逼我，我先跟你声明啊，我今天可是冲着咖喱龙虾来的，不然我才不来。咖喱龙虾，你好识货哦，不是不来，还查资料。点餐了，小姐，他已经点餐了，来，咖喱龙虾，咖喱龙虾。在享用之前，想要跟两位讲一下，不要把咖喱的世界想得太简单。我为什么不叫大吃啊？我都没叫大吃。请慢用。真的咖喱龙虾在我面前，这个排名一年半都排不到。限量是残酷的，还可以吃了吗？请。每天早上起床，听你说早点，热狗蛋包闹钟是热咖啡，抓药按摩一次就能。但是我帮你解决，上上下下左扭左满，我全都 OK。全年无休二小时，只为你营业。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能源。这家伙啊，特别喜欢吃我们栏目的这个甜点，原因是他好几年前在法国做一定训练的时候，他们在法国的小镇上吃到了这个甜点，哇，不得了。他那个时候就爱上了这个甜点的水果的鲜甜味，饼干的脆度，你看他贪吃的模样。他甚至要求我们家老板霍廷恩做出一样的甜点，幸好霍廷恩有那样的天赋，做出这样的甜点，所以他常常来吃。你赶快吃，不然他等等会吃两个，把你的也吃掉。你不是吗？行，小斌，再帮他准备一份。好的。哎，你自己用自己的，为什么要吃我的？这真的超好吃。哇哦，一个都没有吃到。喂。幼稚，几岁了？
谢谢。谢谢帮我找的洋葱。谁帮你找洋葱啊？我是练车的时候他跟着我。好，不管是怎么样，反正洋葱都找到了，还是谢谢你。但不得不说，你真的挺厉害的。之前我以为小龙交不到神隐是因为我的颜值。不过我后来听小龙说，他是因为笔记本感动了才加入的。真没想到你会用神经教练的笔记本，蛮厉害的。好吧，我老实的告诉你一件事，小龙有跟你说他感动是为了什么吗？小龙是说，就神经教练说他是神隐缺一不可的一员。那句话不是我外公写的，是我加上去的。什么？你这是骗人呢？你怎么？什么骗人？这是善意的谎言。我这么做是为了小龙他们好，他们是很好的车手，只有待在神隐，他们才有机会发挥自己真正的实力。不是，他们那么开心备受肯定，要是他们知道真相呢？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会知道？哎，你该不会是要出卖我吧？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我才不是那种大嘴巴嘞。不过不管我会说还不会说，可是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？加入车队只是开端，并不是结果，结果是在未来。身为车队的 leader， 队员的未来我会负责。你怎么对未来这么有把握？我不是对未来有把握，我是对我自己很有把握。Cheers。少在那边自以为会读心术，看穿人心了。我没看穿，你自己知道。最近体悟到一件事，就是当你想了解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不可以只光看表面，你应该要靠近他，接近他。这样才能了解到完整的全貌。接近才能了解完整的全貌，这就是所谓的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，就要走进事情的本身。这酒精浓度很高哦。我感觉有点热。啊，不行不行。哎，你手臂上什么时候有疤？哎呀，吓死我！我以为怎样？疤都来了。那一天身上被人弄到的。干嘛？又不是伤到你，是我哎，吓成那样。小伤，大概两天吧，两天就会好了。又不是你受伤那边。
金子琪，刚才精致的餐点一定没吃饱吧？有啊，吃了两三个小时哎，你没有？好了，不管怎样，今天谢谢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没吃饱，我请你吃宵夜。不用了，刚那一餐已经很贵了，谢了啦，拜拜。哎，你喝这么多，我搭计程车送你回去。不用，我赶公车，你自己回去啊。OK， 拜。既然三封讯息都应验了，老天爷，你是在跟我暗示什么吗？根据掌握呢，歹徒日前持刀挟持店长以及店内两名客人，详细案情检警持续追查当中。金子琪，等一下啦，金子琪，宝贝，你刚告白好帅哦，再告白一次嘛，再一次。告白，这就是所谓的。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，就要走进事情的本身。金子琪，嗯，我刚才有说过，我队员的未来我会负责。嗯，好像有吧？什么？你对自己很有把握，是吗？是。你身为摄影队的一份子，我有义务要对你的未来负责。讲话就讲话，不用靠。季子琪，跟我在一起吧。你要嘛桃花不开，一开就是这种极品天才，所以你答应他了吗？什么？我怎么可能答应他？我们一脚把他踹到外层就答应。季子琪，跟我在一起吧。笑，我是在测试像我这种风流倜傥、带点神秘又阳光的型男是不是你的菜？不好意思，不是呢。你哦，很警告，未来要是敢跟我开这种玩笑，要你哦！你干嘛？下次我就不知道踢哪边了。不是啊，季子琪，你听我说啊。什么？你到底会不会追女生啊？你不是临时角帅哥，还有着大卫雕像的身材，应该手到擒来啊！怎么搞成这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以前都是女生追你，不像现在季子琪这样。你真的想跟人家在一起哦？你觉得我看起来像是爱开玩笑的人吗？你是认真的？你就为了查这个未来简讯的事情跟人家提出交往，你这个实验精神会不会太 over 了？我不这么做，我想不到其他的办法来解开这未来的。干嘛？没有其他的理由？什么理由啊？喜欢的理由？什么喜欢？我怎么可能喜欢季子琪？反
人这么大就喜欢啦、啊？绝对没有！看着我的眼睛。我承认，我有其他的理由。我想改变未来。改变什么未来？我想知道未来我跟他到底会发生什么事。每逢简讯，他会这么悲伤。如果可以改变，说不定他就不会这么悲伤了。兄弟，现在的你。比五分钟以前的你成熟，又比五分钟后的你年轻。现在的比五分钟之前的我成熟，又比五分钟之后的你年轻。这样跑去哪？现在才几点？来我家干嘛？经过昨天晚上，我看你这么大的食量，现在一定是饿了吧？江江，来来来，看一下，三明治，又有咖啡，是不是很贴心呢、啊？没胃口。还有，本姑娘早上只吃豆浆油条，下次提前做好功课好吗？还有，不要这么早！豆浆油条。大家好好暖身，我们要超越之前的记录哦。好。哎 ，Chief 呢？怎么没有看到他？对耶，不是约好早上要一起训练吗？对啊 ，Chief 从来不迟到的。原来 Chief 也是人啊，是人就会睡过头。那 Chief 一定是迟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Chief 迟到了。好啦，不要再讲垃圾话了，搞一点习吧，动起来。哎，我们在等 Chief 来。对啊，他还没来。Chief 还没来。Chief 还没来，他已经骑二十趟了，你们看。啊啊好 ，Chief。爱心早餐不行，什么时候追女孩子变得这么麻烦？这家伙到底在干嘛？不会他说的是真的？就像风一样，秀姐也太早了吧！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想要像屈服一样秀秀秀，就赶快练习吧。我要秀秀秀，你们该又来了。
东西还不动起来！一，快！bonus， 我最后一个 ，BC 200下，加油！快啊，快啊！加油！还不跟上？谁呀？在这边乱画。有人欠钱，谁欠钱啊？里面有人欠钱了。应该搞错了吧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好了，你们先进去，准备等一下训练。外面我来清。快，动作。我陪你一起弄吧。陪什么陪啊？赶快进去。你也进了。对，我们也一起。好了，动作快，动作快。一起。是明天的班机吗？怎么今天提早回来？怎么不欢迎我？不是，你可以早点告诉我，我可以去接你啊。没关系，我有手有脚，自己坐车就好了。个性还是这么犟，不懂得保护自己，还不是你教的。恭喜你！恭喜什么？你知道了。CI108的事情，你辛苦了这么久，也该是你的了。说冯颖回来了。对啊，昨天我们一起吃饭。你约的？爸约的。一家团聚，和乐融融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爸决定不顾一切代价，全力支持神鹰车队。
成为一级车队。跟上，跟上。小龙，今天怎么啦？状况很差耶，是不是昨天熬夜啊？对不对？好啦，不要心不在焉的，我们已经脱队了，快跟上吧。管好你自己就好。怎么不见了？哎，今天怎么了？我怎么跟你讲话你都不理啊？你不想要训练就不要拖累我。我告诉你，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什么叫我不想练习耽误你啊？我在关心你耶，就不用你的关心。什么叫不用我关心啊？是不是我不是兄弟吗？我的事情都不用你关心。对啊，你脾气还是这样子、啊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最好不要碰到我，我叫你不要碰我。啊，啊你明明就有事情，奇怪。我没有说要跟你说。我告诉你，不要管我事情。干嘛？我是在关心他哎。我干什么东西啊？吃饱太闲。嫌不够累，对练还可以吵架，不说话是不是？你们两个现在扛着车跑回基地，动作！你们两个继续动作，好。这样跑回去会不会太累？让他们两个跑一段，冷静一下。等等，再让我们其他车跟上。走，帅吧。兄弟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你有什么困难跟我说。什么困难？在外面欠多少钱呢、啊？什么欠钱？我看是你网络上的点数买太多，买到欠债了。兄弟，有什么困难直接说，我可以把法拉利卖掉帮你还债。不是，我是有买点数，但也没买到那么夸张啊。所以你的意思不是你欠的，也不是我，那是谁？知道是谁了、啊？他来了之后，随时就不断发生。确实是很衰，不过不会是你想的那样。是吗？我去试一试，请林斌一伙的掩护我。尽量。好，放心。好了，不舒服、啊？没有，我唱会歌。你喜欢买名牌吗？我看起来像奢华女人吗？喜欢买名牌吧，我是玉珍，怎么可能是我？也是，看你穿的也不怎么样。什么？我这种实用实穿，懂什么？那我问你，你最近是不是常常失眠梦多？有一点。是不是常常夜间盗汗？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常常觉得手脚冰冷？有一点哎，麻烦了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莱德刚刚打来。说董事长要无条件支持神隐车队升格为一级车队，要钱出钱，要人出人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哎，孙家啊，这个小子每四年才有一次。要是我们能够拿到环台赛冠军，哇，有莱德的加持，可以为车队加分很多。这样
之后又可以参加环法赛、环艺赛。方越方越强讨债来是不是？不要说在这里，皇上。哎，你先去。白痴，我又没欠钱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打你干嘛？不要拉我！你在干嘛？不要拉我！不要拉我！让打够，来。好啊，我就打到你清醒为止。哎，钟小龙，我不懂你哎。不说我就打到你，不说。想知道为什么？想要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想要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就是不满冯颖的带队方式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神隐队凭他就给重建吗？告诉我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们在飓风队的时候更委屈哎，豹哥把我们当畜生骂的时候，你也没吭一声，所有的屈辱，所有的不公平对待，我们都忍下来了。那到底为什么你？啊！热爱骑车，所以为了梦想，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。那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，可以开开心心的一起骑车吗？更何况还有人愿意认真带我们呢。结果你现在说你要离开。跟我开玩笑吗？钟小龙，跟他走。他这么想走，让他走。话不说，态度坚决。你觉得我留得住他吗？不管怎样都留住他，有事情好说嘛。冯颖，冯颖，这时候说什么哭啊？冯颖，冯颖回来了，难怪最近心雨这么不安。心雨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的。啊！大哥，在哪里？
不要怕，我会陪在你身边，不要哭了。我是那个饮料贩卖机那个啊，今天我来应征希望。金斧头，银斧头。啊，对，你记得，我们好巧，你怎么晚上一个人来这边滑雪？你呢？晚上来做什么？我啊，也没什么啦，想点事情。对了，面试怎么样？还 OK 吗？面试，其实我后来没有去面试。为什么？我去追求我的梦想。那你呢？你最后面试成功吗？没关系啊，我们再接再厉嘛，下一份工作会更好，明天会更好。该不会是因为没应征到，所以晚上来这边滑雪？我可以听你说，真的，反正我现在没什么事啊。跟陌生人聊。跟陌生人聊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看，你跟我讲的话题啊、内容什么的，我不去跟别人说，你也不会有什么负担，不是吗？要不要？我刚好有饼干可以分你吃。要。确实有很无力的时候。干嘛无力啊？做得那么好，又不是你有问题，是他。你有这样的老板呢，我呢可是有一个不可多得的奇葩老板。应该这么说好了，他就是冷酷。说不定他的冷酷只是一种不得不的武装，没有人天生想当坏人的。还要吗？刚聊那么多，你都没有吃哎，吃一点嘛。以后呢，你有什么想聊的，都可以跟我这个陌生人讲。可以听哦，反正我说工作的事情之外，其实事业蛮多的，反正也没什么负担嘛。你看聊一聊，心情应该也很舒坦一点吧。谢谢你，陌生人。不客气，陌生人。希望你之后都可以很顺利，遇到一个好老板。你也是。一定会的。不用送喽，陌生人，拜。没接我电话，又去滑雪了吧？我知道你想一个人静静，但下次可以带我去吗？你可以多依赖我一些。
要调节自己的呼吸，注意自己的节奏。但其实热身不用骑这么快啊。你好，发现奇怪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怎么没有看到Chief跟子琪呢？奇怪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怎么不专心练习呢？哈哈，奇怪，认真一点。他们一个一大清早打给我，叫我带他们练习，所以晚点到。另外一个也打电话来说要请假，奇怪。哇，他们该不会在一起吧？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会在这啊？我才要问你耶，怎么会在这啊？我来运动啊，运动完我就去车队了。倒是你，这时间不是应该在车队吗？问我嘞？我出来买早餐啊，等一下就回车队了。那买完早点去车队啊。哎，你走那边干嘛？买早餐呢。早点去车队啊。明明跟我一样是出来找小龙的，还嘴硬。钱早就还了，是你们力气太过分了。加特选手，身体很累啊，看你多用。打！
不行了，去不行了。去去，你醒了，你知道你在哪里吗？我在你心里。去，真的没事哎。不是说吧，每天都要帮他找到，真的有用，还不来扶我？哦。哎，小龙，你不是有话跟去说吗？来来，醒了。你慢慢讲。可以的，加油。去。去。其实小龙都已经跟我们说了。车子确实他动了手脚，但是他也很后悔，你就原谅他吧。要不是他爸生病要开刀，他也不会跟豹哥借钱的，你就原谅他吧。这，我跟小龙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，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做担保，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，他绝对绝对不会这个样子的。所以，巨夫，我拜托你。请你原谅小龙好不好？拜托你，拜托你。原谅他吧，他知道他自己错了，应该反省。原谅他吧。我真的知道错，我真的很想要回来跟大家一起骑车，请你原谅我。好了，都别说了。我早就知道有人对我的轮胎动手脚，只是我不想追究，所以没说。我都能够回去救豹哥，难道现在不能原谅小龙吗？这问题是原谅小龙了，对不对？小龙没有事情了，爷爷，没事啊。我就说我们屈服人很好，没事。哭什么啊我？没事，事情都过去了。小龙，100万的事你别担心，我会帮你还。怎么可以？屈服，我已经欠你很多了。先说哦，我不是平白无故帮你还这100万，我有条件的。你现在要马上回到车队。接受我更不合理、更严苛的训练方式。之前会让你走，是因为我要你明白，团队里最重要的是信任。我信任你，所以挺你。但我更相信，如果我出事了，你也会挺我。请一定要还我，我可是要上班的人哎，叫我炖什么鸡汤来啊？这马卡龙话又怎么样？我真的受不了他的把妹方式。哎，嗨，早啊。干嘛？在乎你。变态哦。
杨玉珍，你再不理我，老虎不发威，你跟我女朋友好不好？放手。没跟啦。鸡汤凉了，冰棚在那边，走了啦。这马卡龙花送你。不用。特地为你买的。减肥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你准备好了？自行车协会打来，要你说明打架的事情。如果没有给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会被禁赛。明明就是他们先动手的，可恶！你一个女孩子跑在集团干嘛？你不知道很危险吗？他很勇敢，不怕危险的跟我去救小龙。他很贴心，还懂得怎么照顾病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。你知道吗？你就是喜欢他的。往上注定，离不开你。什么？一切来。